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它说，fx 呢是一个多项式啊。那这个多项式除以这个多项式，余式是这个了。啊，这个多项式除以这个多项式的话，余式是这个。好，那现在它问说，你把 x 代一的时候，这个多项式的函数值是多少？好，这怎么做？我们就用那个除法原理。 好，除法原理是说 f(x) 哈，我除以呢 s 平方加 x 加减一啊哈，余式是 rx 嘛。哦，我假设上次是 q 1，那除式是 s 平方加 x 减一嘛。好，那余式是 rx， 但是 rx 的话最多是一次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它除式是两次嘛。 所以呢，它最多是一次，那我就令它叫做 a x 加 b 啊，这个事实上就是 r x。好，那我现在我两边给它乘以 x 加一，我给它乘以 x 加一，好 f x 这个就等于 q 1啊，x 加一，然后这个 s 平方 加 x 减一啊，那再加多少？乘 x 加一，好 ，x 加一啊，那这是 a x 加 b 啊。哦，如果呢，它这个多项式的话除以这个多项式的话，它那个最多是两次嘛，所以没有问题。那现在问题是说，它的话如果除以这个多项式的话，它余式的话呢是一次嘛，就是3 x 加7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这个多项式我把它除以这个多项式的话，这个已经整除了嘛。所以余式就在这里，我要把这个多项式的话再除以呢 s 平方加 x 减一啊。那除出来的余式就是3 x 加7。好，那这个多项式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多项式是等于就是你 a 加 b 嘛，它乘以这个一加一，用分离系数，a 加 b 嘛，然后这个是 a 加 b， 所以算出来是 a 加 b 加 b 啊，这常数项一次是两次嘛，所以这乘开来的话是 a x 平方加上 a 加 b x。 加 b 啊，好，那我再把这个多项式的话，再给它除以这个多项式，那一除的话就是，我用中和除法，除以这个多项式的话就是负一加一嘛，那 a， 那个减 a 嘛，加 a 啊，这就余式，这一加的话是 b 嘛，加多少呢 ？a 加 b。 余式是 b x 加 a 加 b， 它是3次，所以呢，我这个可以把它写多少呢？这个是3次 a 嘛，乘以多少呢？乘以这个除式，这 s 平方加 x 加1 嘛，加余式这个，这是 b x 加上多少呢？ a 加 b， 这个的话就是最后的余式了，那我这个的话可以把这个合并过来嘛，合并过来的话就看得更清楚了，这个是 u q e x 乘以 x 加 1 嘛，再加多少？加 a， 乘以多少呢？乘以这个多少呢 ？s 平方嘛。 加 x 减一嘛，再加多少？再加这个余式嘛，余式是 b x 加上 a 加 b， 所以这个多项式的话就等于多少？就这个多项式呢除以这个多项式，余式就是这个多项式了。给它除以两次嘛，余式是一次，那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了。因为他说这个多项式除以这个多项式，余是这个嘛，
于是这个，所以就晓得 v 是等于多少 ？v 是等于三嘛，也就 v 是等于三的哈。然后呢 ，a 加 b 等于七，哦 ，a 加 b 哈，等于七啊。那所以呢，这个那b 就等于多少？a 等于多少 ？a 等于四啊。a 的话就等于四，哦 ，a 等于四 ，b 等于三，那所以这 r x 我就算出来了，我这 r x 等于多少？这个多项式的话等于多少？这 r x 的话呢是等于四 x， 啊加多少呢？加三了，啊所以你这个 x 给它带一的话，就四加三等于七，所以答案是七了。